喂，快啲过嚟影个月亮啊！好耐好耐了，幾耐啊？幾耐呢？好耐了，學太耐了。Amplify 一定要啦 ，Mic Stand 啦，普架都用下嘅，間唔中。要睇譜咪用咯，唱得多歌就要用普架咯。第一次接 busking 是在2010年，咁就經過旺角嗰條西洋菜街，總之就見到一位先生喺 busking 啦，咁我就行埋去，因為佢嗰陣差唔多完噶啦，咁我就問佢話啊，可唔可以借你個攤檔嚟唱首歌咁樣？我一個人就掉落這裡，是我們最熟悉的風景。不是我和你，我的泪也不小心一路下滴。一試就覺得好好正，因為就係一啲陌生人會即係街邊企喺度聽你唱歌。Thank you。一年之後，我就其實去了澳洲 working holiday， 去到 Melbourne 咧，就街頭音樂文化好強，咁就發現原來自己 busking 係可以揾到錢嘅，即係等於人哋喺咖啡店、餐廳做八個鐘嘅收入，即係我唱可能每日唱兩至三個鐘嘅，就已經有呢個收入咯。一唱就唱一年半咯。最難忘係喺澳洲嘅 Sydney 嘅跨年 busking， 30几50人。跟住100到300几人圍住我，跟住唱咗成3个钟，係警察嚟救我，因為太多人啦，佢驚危險。咁我就其實4年裏面咧，我就係靠 busking 生活啦。我係飛歐洲、澳洲、歐洲、澳洲。其實我翻嚟香港係因為我當時我婆婆係有病，嗱當時好驚佢會離開，所以我就留喺香港咯。咁跟住就冇諗過，我去 busking 嘅時候就喺 IFC 啦 ，busking 唱歌。咁唱自己嘅作品嘅時候咧，就咁啱Now TV 嗰陣時就未係 Real TV， 咁佢哋就同我傾就話啊，我哋有一套劇係會諗住拍，跟住就會想揾一首主題曲。呢首歌咧對我嚟講好重要啦，因為呢首歌咧就因為呢度發生嘅。你的眼神和我的煙圈。太孤独，何妨互相取暖？没计划那么远，联起两个世界便一起探险。我觉得好似啲电影情节嘅，对我嚟讲，即系我觉得，咦，电影情节发生喺我身上咁样。咁我都的确系追梦追咗好耐啦。联起两个世界。喺台湾参加超级偶像，系环星光大道啊！即其实真系好想揾一个平台。即是話俾人聽我嘅音樂。我的抚平和你的尖酸，有些事何妨互相欺騙。願意白看不見，聯起兩個世界熟悉陰暗面。只要可能有一啲人會聽到你嘅作品而被感動。而喜歡，我覺得已經是我對我嚟講係夠足夠咯。即係我覺得100个人唔會100个人中意你噶嘛。即係呢個係我 busking 嘅時候都學噶。啊，點解你要咁 care 嗰啲人唔中意你嗰啲人啫？好啦，你繼續努力唱啦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。係麥收嘅，多謝，多謝。我見到你喺度一路唱住喎，喐住喎。收起成日都聽。我見到你唱啊。係啊。Thank you。能同在，因為我企街頭唱歌，有人試過喊住嘅，真係多謝我。所以我覺得音樂係可以帶俾人安慰，帶俾人快樂。咁我覺得如果我能夠帶俾人安慰，帶俾人快樂，我做好啦，好啊，下次見啦，拜拜，拜拜。王建文，王建文。
王健文，他第二屆真的沒有參加過嗎？他很想參加，但是沒有參加。但造星三對於你那個演藝事或者演唱事業上面，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？今次在造星三就有一個機會，就是很多彭秀慧啦，他們就很多教導我們的，譬如講緊是一些 musical 的東西，或者在我們的音樂上面加一些眼神啊、語氣啊，怎樣去 perform， 怎樣去表現那件事出來。我自己可能以前我只是想唱歌感動人而已，但是現在是多了，我就會想去演了。No I won't be afraid， No I won't be afraid。你踏出了一步，你嘗試了就知道原來是很不同，還有很多東西，還有可以 很精彩。今年就的確我接了一個電影，還有之後又有一個音樂劇去演。其實如果你 keep 住做接近你夢想的東西，你才有機會去成真。就算一首歌，我已經覺得夢想成真了。但當然我們人就是應該有目標，會可能要進步或者 更高層次一些。我覺得每一個夢想的成就的時候，就是要你去 start 另外一個夢想的開始。當然生活很多東西都令你很灰啊，但只要你未放棄，你都不是失敗了。